啊，你们叫我怎么办？的朋友，这里可以吗？啊，这边，这里可以吗？好，来，来，嗨嗨嗨，你有什么信心？完全没有信心，但希望可以干掉爸爸。但是因为爸爸也有跟我一起入围，所以我真的不知道今年会是什么状况。对，所以介绍一下你的行头。今天是穿林立的礼服，据说是他们的压箱宝，然后他们叫做这个天使系列，所以后面的这个长摆是有点像翅膀的感觉，还蛮好玩蛮有趣的。但是我保证里面另外一套是突破我入行以来的尺度，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。爸爸有生气吗？不，爸爸目前不知道我穿什么，然后我是确定他不会跟我一起走红毯之后才定的礼服。那他自己本着他觉得他的礼服一定比我厉害这件事嘛，那我就想说好，我就给你一个好看。想看背面？背面好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哇，等一下，有动有动有动，防守防守。对啊，我说第二套，第二套到底会弄到什么程度？第二套就是上半身会感冒，上半身会。你要跟露露拼的对不对？露露拼不过我。哎，你高烧是几度啊？40.5，我现在高烧。好，30秒，30秒。对对对对，但没关系，我已经打起精神了。刚刚那个焦哥说我只要有这个肾上腺素就好，我就觉得 OK， 现在盯得住，盯得住。有去看医生吗？有，一般感冒就打个针，然后现在有点冒汗，就是有退烧，现在大概39.4左右，还自己量。有快筛吗？有快筛，不用担心，不是流感，请大家不要担心，你不要突然推那么后面嘛。好，谢谢。哇，来，谢谢，辛苦你们了，謝謝，辛苦了。期待你的第二套衣服，期待，一定要是照片吗？哎，忠实的观众，真的，忠实麦克风，忠实，一定会以我为荣的，忠实。这你得奖，对，我手上，赵文。